金曲。女生会跳针吗？你说爱我吗？你爱我吗？我爱。第二天，你爱我吗？我爱，我爱。第三天，我爱。输的话，我下次就拿金钟奖奖杯来熬。不要不要不要，输了我就把它卖掉。有星座礼服，立身无效。好，都跨神位。但是我不要跟他们两个一对。开始，哦，有了有了有了，变好大。耶，超级一点通，我也地球通。这两个参赛歌手，首先介绍我们的统统哥，我们漂亮的统统。帅气的阿布，以及我们可爱的爱晨，紧接着介绍我们的元浩队，我们帅气的元浩，美丽的少婷，以及可爱的林兆元。哦，今天我压力很大，旁边是金城武，怎么他比较？哎呦，这么会讲话，真的越来越像纳豆了。今天呢，我们第一单元一样是这个我们的益智题，需要用到脑力很多哦，所以请各组呢一定要团结一心，是的，好好的讨论，把最好的答案给写出来，好不好？好，在我们那个比赛开始之前呢，请两队把你的愿望卡拿出来，许下你们的愿望，五秒、四秒、三秒、两秒钟。秒钟，时间到，两队，请把你们许下的愿望放到许愿袋里面去。超级一点通游戏规则：一人照图卡提示，在时间内进行答题，答对即得分并续答，答错换对方猜题。各位加油喽！各位，超级一点通益智题第一题，请看提示。十五秒计时开始，一秒、两秒、三秒、四秒钟。怎么啊？哎，哦，你这样子这样连得起来吗？是，完蛋了，彤彤的感觉上有瓶颈。来，其实看我就知道是正解了啦。一、二、三。唱的歌，歌曲的歌，哎呦，你念好不好？你念，哇，这个字怎么念？这个是一种回教的一种感觉，一种香料，一种香料，一种香回教的一种香料。哎，你这是好像有看过，而且这种香料是用在咖喱上面的。哎，你知道？对对，孜然，聪明。对，而且它有分大辣、中辣、小辣，还好。对，你个大头嘞！我们公布正确答案。哎呦！正解就是我们元浩队唱歌的歌词。紧接着益智题的第二题，各位，这一题呢，我们要猜的是一个人。哎呦，这边有种种的迹象，有四个提示，希望你们四个人越快猜出来越好。益智题第二题，我们请看第一个提示是什么。龙，请抢答。秦始皇。哦，为什么？因为皇帝嘛，代龙龙是一个皇帝的皇帝的尊贵的感觉。人家讲龙袍加身是没错，皇帝。而且秦始皇他又统一中国，统一中国，统一货币，是统一货币，统一文字，哎，车同文书坑儒，文书坑儒，是不是？是秦始皇，对不对？不是哇，他们太彤彤队，请作答。我跟你讲，通常第一题如果答得出来，那太神奇。但是我们有个答案不错，有种你就讲。乾隆王，哦，你刚刚不是讲这个乾隆嘛？对呀，啊，没有那他刚刚讲什么？他刚刚讲。影响力一级棒的爱成瞎到爆，扯到翻的答案不经大脑直接说出，让在场人士气。彤彤队，请作答。我跟你讲，通常第一题如果答得出来，那太神奇。但是我们有个答案不错，有种你就讲。乾隆王，哦，你刚刚不是讲这个乾隆嘛？对啊，没有难道只要我讲？他刚讲什么？他刚刚讲温金龙。好了好了，就猜答案了。温金龙，温金龙，对。哇哇，对才有鬼嘞！请公布第二个提示。
猫喵喵，我请抢答。龙猫，你知道第三个方块会是什么样的？龙猫正则式。哎，正则式，正则式，正则式是肥猫。龙猫肥啊，它叫肥。我知道你现在觉得很难。对不对？一个金钟奖得过金奖的主持人，现在跟他配在一对，神乱掉了。又弄又弄个问，对不起，我把奖杯拿去还了。卖你啦，你卖你啦，我嘛是别卖了。龙猫，龙猫，对不对？好，对的，算是一个好答案。一定有一个很喜欢猫的皇帝，就是说汉武帝。汉武帝，真的假的？因为我也只想到汉武帝。汉武帝，听说他喜欢猫，对，爱猫成痴。听说来着，后宫都是猫。汉武帝，对不对？不对啦，请看第三个提示。哎，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请抢答，元昊队，又是龙。又是猫，又是木鱼，哎，可是它的木鱼长得不一样，所以这个跟东吴帝有关系。龙猫又是鱼，龙猫鱼，龙吃猫，猫吃鱼，那鱼吃什么？鱼吃虾。哪个和尚很喜欢猫？一休和尚。为什么是聊卡通啊？是一休和尚很喜欢的那个女生，她要养一只猫。颜是不是、啊？就那个女生，而且那个女生颜吧，那个女生穿的和服的颜色很像那个木鱼下面的颜色，而且那和服上面还有龙。对，就是小颜。小颜有没有？不对啦，我们来小颜。我想到了一个，我记得，我们想到了一个。彤彤队，请作答。你先不要说出来，让我听一下。御猫斩招。御猫斩招杀了太多人，还有求神拜佛。我们听到，我们听到了。御猫斩招，斩招，斩招，斩招。最后一个提示，请公布。两队，请作答。小龙女吧？就小龙女啊，小龙女，潘迎紫演过。对了，小龙女了，小龙女，对不对？还是队，请作答。林队说他想猜 Bibo， 但是哪里有个提示像 Bibo？ Bibo 会唱木鱼 ，Bibo 会养猫。哎呀呀，哎呀呀！你们猜猜武则天好了，他有演过武则天的一代女王武则天。武则天，对不对？哎，不是 Bibo。有一个传说是武则天的母亲啊，在黑龙潭有一条金龙使她受孕，然后呢，所以才生下武则天。猫，第二个提示，害死了这个萧淑妃之后呢，这个淑妃啊。很熟的感觉哈，淑妃啊，他就发下了毒誓呢，就是呢，他下辈子呢要当猫哦，让这个武则天呢下辈子的时候当老鼠，是，所以猫抓老鼠，所以呢在咬这个老鼠，嗯，所以呢后来武则天呢在宫中呢他就禁止饲养猫咪了，哦，懂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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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唐太宗死的时候，武则天依唐后宫之力，入感业寺削发为尼。是不是？他就峨眉山出家都要，每一任都要，好不好？潘迎紫1985年一代女皇女主角扮演武则天。哎呀，我们正确答案就是武则天，恭喜元昊队！差一点就想到益智题第三题，猜的是一个人物。第一个提示，哎，警察，两队。请抢答，来人物吗？嗯，是的，元昊队。台湾第一个警察是谁啊？廖天丁，还是要昂姑？刘铭传，刘铭传是盖火车的。你是刘铭传吗？哦，刘铭传是走私，不是走私鸦片，刘铭传是抓鸦片，抓鸦片气毒的、啊，也算。哦，那是林则徐还是林则徐？林则徐是古时候的气毒组的。林则徐对不对？恐龙队请作答，柯南。哟，哎，柯南对不对？请看第二个提示。红面姜母鸭，红面番鸭。红面。两队请抢答。昌钰，李昌钰。是。哎，他的家里是住在乡下，他是有养鸭子。他出国深造之前，
他们家有养鸭，我觉得我越来越无力了啊！哎，不要讲，哎，我们李昌钰，我们的答案很有智慧。李昌钰对不对？我知道的，记住他。对，日剧时代不是有红番跟这个叫做莫纳鲁道，莫纳鲁道。是呢，我们现在呢，国片呢准备要上映的这部戏，哎呦，真会猜哎，莫纳鲁道，莫纳鲁，这么有学问，那为什么跟鸭有关系？因为它正义，然后要红番呢，他们是红番，那鸭嘞，红面番鸭，哎，太棒了，两个，猜到两个，你神两个嘞，莫纳鲁道对不对？第三个提示，哎呀啊，请抢答。哎，这简单嘛，关公嘛，哎，关云长，关公是抓贼的嘛，哎，对不对？你这一次的答案让我非常的佩服，两位，关云长 ，OK 的 ，OK 的，但不用再按，你已经按过了，太激动了，关公对不对？哎呀！不错，终于是有哈！现在公布一下两队的成绩，统统队的成绩是得到了五分，哎呀，元昊队得到的是十分，差距只有一题，其实差距不大。我跟你讲，我如果今天输的话，我下次就拿金钟奖奖杯来熬。不要不要不要，输了我就把它卖掉，我就把它送。不要这样，不要这样。但是我不要跟他们两个一队。我有问题吗？我哪里有问题？是的，我们马上进入第二题。胜负的第二回合即将开战，请两队艺人按铃抢答来猜题，答对即得五分并可续答，答错换对方猜题。Are you ready? Let's go! 超级一点通第二回合，是两队听清楚了，第二回合是生活题。好，网络票选，女人最怕男人问的话。前五名，两队请抢答。你最近是不是又胖了？是不是又变胖了？有没有？好难！你这东西买了多贵？你买了多少钱？哎呦，对不对？东西多，你是不是又败家了？你东西到底买了，花了多少钱？有没有？才5.5啊！我妈妈想见你，怕，因为会逼婚嘛。你怕人家问你？没有，你最近有被逼婚？没有。你们怕人家问你什么？自己讲，然后自己在那边。对，老气翻白眼，表情做很足。陷入了一阵自我的迷失当中。我妈想见你这个答案还不错，真的。对呀，我妈妈想见你有没有？啊！哎呦，对对，我是有经验的。问说，哎，你以前男朋友跟我谁比较好？比较的心态，比较就比较。对，明明知道以前男友有我这么好吗，或怎么样？明明知道讲出来答案一定不讨喜啦。你讲的这个答案啊，哎，很有深度，很有深度。啊，房地产会被比较吗？难怪你有种亲身经历的感觉。我跟前男友谁比较好？有没有？有。借钱有没有可能？借钱跟女朋友借钱？对啊，女孩子不可能不会喜欢男孩子跟他们开口说，哎，这个很对了，会觉得蛮会不会很怪？这个没有好不好啦，我知道，男生这样子好怪哈。哎，我跟你借钱好不好？有没有？没有，迟到的问题。你说为什么迟到吗？对，你为什么迟到？可以哦，因为女生迟到就没有理由啊，不用问。常常有时候我们开车到门口的时候，等一等就等半个小时、一个小时，我都不知道你这几年这样过的。辛苦了，原来是这样啊。为什么迟到？有没有？哎，还有一个，还有一个，你要嫁给我吗？哎，可以问啊，你愿意嫁给我吗？问呢？嫁给我好不好？有没有？哦，你看，哇，男生问，男生问，是的。以上呢就是网络上面票选女人最怕男人问的话前五名。你知道现在很多不是男生跟女生求婚，是女生跟男生求婚，真的。所以你要想要说，今天一个状态就是说，女生她可能觉得说我目前还不想结婚，嗯，也许事业有成。
对不对？或许他也还没定下来，所以当你问他这个问题的时候，他怕尴尬，因为他现在是爱你的，可是他怕你问了这个问题，你说 no， 他会觉得说你是不是不爱我？他很难去解释，所以他想回避问题。我想问一下，我们这边年纪你最大，你有问过这个问题？差太近了，大灾问，问得好，有吗？下一题，喂。生活题第二题，网络票选最喜欢的算命方式前五名，两队请抢答。星座，塔罗牌啊，先写塔罗牌。塔罗牌，塔罗牌有没有？我觉得没有星座哎，我觉得没有星座。星座怎么算命？打赌输的如果有星座，你福利升五项。好，哎呦，哎呦，都。星座，星座有没有？元老少廷为争一口气发好语毒狠。塔罗牌有没有？我觉得没有星座哎。我觉得没有星座。星座怎么算命？打赌输的如果有星座，你福利升五项。好，哎呦，哎呦，都跨土哎。星座有没有？这是这一定有的。先处罚，先处罚，愿赌服输，两下就好。哎呦！哦，哎呦！两下！哎呦！哎呦！掌声鼓励鼓励！为什么星座游起来是第一名？哎呀！自己常用在算的紫微斗数，紫微斗数讲起来就很专业，是哦。嗯，紫微斗数有没有？求签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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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拜拜，拜拜，有没有？哎呀，没有，我们在请坐的，看看面相呢，还是生肖？生，还是很多地下道有那个看手相？看手相有没有？哎呦有，哎，手相面相都可以。姓名学，对，姓名学，姓名学，他觉得一个人的名字可以影响到人的一生。哦，姓名学有没有？啊，是不是？很多事情呢，人是最重要的，我们要想办法把事情做好，而不要只去想自己。命运是自己创造的，三分天注定，七分要靠打拼，对，定胜天呐。对对对，大家共勉之啦，好不好？是的，紧接着来到我们生活题的第三题，网络票选。男人最怕女人问的话，前五名。哦，刚才是女生问男生，反过来，现在是男生，好不好？你很有经验。男生最怕女生问什么？两队，请抢答。你今天去哪里了？你很怕被查寝吗？是你吧？怎么讲起来好像有亲身感受的感觉？你去哪里？有没有？哎呀。行踪竟然没有。有一个问题啊，是男生最容易忘记的，啊，就是当这个女生问你，你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？哎呀，哎，这个好恐怖，这个好可怕。当你脑袋是空的时候，你就啊完了，完蛋了，哇塞，你这是会冒冷汗的。今天是什么日子？有没有？你今天要吃什么啊？我最常问这个，这个好可怕，女生问，我好爱问这个。哎，不是，应该不是说你今天要吃什么，应该像彤彤说，等一下要吃什么，对，等一下要吃，等一下要吃，你晚上要吃什么？对，晚上等一下要做什么？对，哎，有可能哦。然后你想了半天跟他讲，他又说不要。哦，对，今天要吃些什么？有没有？请坐我今天漂亮吗？哎，我穿这样好不好看？哎，对，我今天穿这个样子好看吗？有没有？哎呀，哎呦，这件衣服好。对，我可以看一下你的手机吗？手机借我看一下，好不好？有没有？哎，好，这个可以。一号队请坐我觉得最简单的，你为什么那边那么安静？你旁边是有女人吗？你旁边是不是有女人的？有没有？哎。这个是什么啊？你为什么不接电话？这个有可能啊。你怎么都在这上面绕啊？我来猜一个，我来猜一个，就是那个有啊。你今天为什么看起来这么累？
因为比方说一对夫妻啊，他可能老婆出国，老公一个人在家，或是老公出国回来的，老婆问他去，你为什么看起来今天那么累？加班加太晚哦，有可能。你今天晚上为什么那么累？有没有？哎呀，可能对，请作答。有一个，如果他问说，我变丑了，你还会爱我吗？哎，对。因为女生会跳针嘛，哦，我懂你的意思。对，就比如说爱我吗？要爱我吗？我爱。然后你在第二天，阿邦也爱我吗？爱我吗？我爱，我爱。第三天，我爱。算你厉害，算你狠。我变丑了，你还会一直爱我吗？有没有？有欸，是的，各位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，网络票选男人最怕女人问的话前五名，是第一点是今天是什么日子？哎呦，哎，有被问到这个的请举手，这一定曾经有过，一定会的。哎，那真的是很害怕，有的时候答案真的是出乎意料之外，有的是什么狗狗生日啊，什么我怎么知道？我跟你讲，有些人还照三餐问呢，比如说我们在一起是几月几号？然后呢，我们第一次接吻是几月几号？没有这样考你，真的有这样的人，对，疯掉，到最后都会记得啦，一定记得，一定会讲。你每天问，你怎么可能忘记？你看少婷的样子就是那一款，没有没有，因为我自己都不记得。我真的傻大姐个性。好，我们的第二个答案，如果我变胖变丑，你还会爱我吗？其实我觉得这要看啦，就是如果结婚了的话，我觉得问这个问题很温馨。我觉得我这个问题，我想要问一下领导员，领导员你会这样问吗？不会，他会问说，如果我变瘦，你还会爱我？反过来问。哎，对耶，哎，对他搞不好就是喜欢他胖胖的。对啊。再来是这件衣服好看吗？到最后都变得每天都在考试。第四题，你想吃什么？你旁边是不是有女人？疑心病，这个火大。疑心病，脂肪君子不能防小，互相对。所以希望大家的，不管是男生女生，对待感情都是正人君子，好不好？可以。那这就是我们今天的网络票选，免男人最怕女人问的前五名。这一回合两队的成绩向全国观众报告一下，彤彤队得到的是45分，我们四队厉害的得到的是30分。第一回合、第二回合、两回合加起来总成绩，彤彤队的总成绩是50分。哎呦，哇塞！元浩队的总成绩是40分。所以呢，今天超级一点通的冠军队伍就是我们的彤彤队。我们要对谁有什么愿望呢？来，少廷穿比基尼塞气球。哎呦，有些比基尼吗 ？T 啊 ，T 恤，穿个 T 恤，然后里面塞气球进去。同队的愿望就是这个了，然后灌爆他。各位，我们马上就来完成同队的愿望。哦耶！就是在气球放在少廷的这个肚子这边。哎，我现在才看到原来少廷的怀孕是这个样子，还是很正啊，还是很正，还是很漂亮哦。哎呦，哇塞 ，sexy！ 我看他这样子关下去，你还能那么活泼？来，我们来完成统的愿望，开始达成。很残忍呢。贝贝，开始。你们这个愿望到底是在处罚他，还是处罚你们自己呀？我出门全部捂起来，好累。你们比我还怕是怎么？王彤自己吓到自己，戳他跟戳到他是一样。超怕气球的啦。哎呀，感觉像杀人。今天的超级一点通，希望观众们呢看我们的节目也学到许多的知识。题库呢无奇不有，希望能可以让大家增广见闻啦。没错没错，记得正式的晚上兴奋也要锁定我们好看的新兵进行曲。